27岁的黄敏奕最近少了在幕前工作，长期养尊处优的他就用了一年时间努力健身。这日 Fitness 就在社交网站铺了一条健身片和大家分享他的成果。穿上运动装的他除了大酥小蛮腰之外，还见到线条分明的马甲线。虽然看起来有些过瘦，腰围目测只得21寸，但是 Venice 就似乎很满意。而不少网友包括陈莹都有留言大赞 Venice 身材超正啊。